我呢在15、16岁呢就一直在看，在学校里那时候呢一直看父亲在做这个路边作业。在17、18岁学校里毕业以后呢，我就他主要那个东西呢，我就偷偷地啊实际就做了。现在做这个路边的少，这个做作业的还是蛮多，水料啊、粪剂啊、胆类啊，各种什么鸟笼啊，品种多得很了。这个路边在这边呢，因为客户量大，那么慢慢的呢，被塑料东西都代替了。我每年经常要带两三个助理，但不过这些助理只是学一半是最多的，农西啊，各种他们农务啊，这个是能做得过的。我的小吴天动也都能做的，叫他是做的，他经常不做了，他就要忘记了呀。路边这边都能保存几十年。这个小的面已经将有100多年了，这个做正鞋用的，防冻鞋的，这里边还有这个是做工是非常讲究的，货货呢也是很大的做起来。经常做了以后呢，小心，所以不小心呢，就容易要受伤的。这个小也需要做到了学到了，都要是都负责任有师傅的，还有一个还是一个学生呢。